事情是这样的，我们有一个 UP 主吃喝玩乐群，里面有126人，都是我仰慕已久的网友。然后有一天，六道在群里面发出了春游邀请，然后这个群就沸腾起来了。从最开始的5个人到后面的27人，2023年规模最大 UP 主团建就这么出现了。如果以后有更大规模的，就当我没说。哇哦，这两天都是阳光灿烂的好天气呢，明天我就要和一群 UP 主去春游了。春游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好吃的零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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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零食。现在来逛超市啦！刚刚上了舞蹈课，头发好乱。买什么？你有推荐的口味吗？薯片，番茄味的薯片。买。对，虾条。虾条。虾条不错。买。椰子脆片好吃。哪个脆片？椰子。椰子脆片买。这是酒。买。小朋友们不能喝酒。好多东西。还有巧克力。巧克力的，买了好多呀，10号人，不会吃完吧？会吧，不会吧？我数，看，我觉得不出意外应该会剩下很多，到时候晚上回来我们就是一起看电视，然后一边吃。不信？你怎么不相信 UP 主呀？我们都是要拍视频的，平时也是要做一些形象管理的。不信，主打一个不信。明天就这样扛着过去。有个双肩包才像小学生春游呀。你可以那样子呗。可以背，对对对。这样子。有小学生春游那味儿了吗？有。有吗？有。让我看看他们在群里面都聊些什么吧。哇哦，还有丢手绢和德州扑克。原来明天有这么多项目，真的好期待呀！要跟27个 UP 主在顾村公园一起春游，好期待呀！现在是5:20，爱你哦。明天要春游了，但是我完全睡不着。不行，睡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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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完了，晚安。好多人啊，天气很阴凉，马上要见到仰慕已久的群友们了，好激动呀，激动的我昨天晚上都没睡着觉呢。是在入口处碰头，但是我怎么没看到人呀？人太多了，完全不知道自己的大部队在哪里。这么说起来，我们是小学生春游，看看最像小学生的人在哪里。在这里，我现在就是坐上我们那个小学生春游的那个巴士了，包车了，对，包了。我前面在那边找人的时候就觉得，就看起来像小学生的应该就是我们的人了。可以，我也有。哦，好可爱。是呢。好的，那我是不是应该拿个小旗子，拿个喇叭，挂个牌牌？这边走啊，这边走。我们现在在等5个人，然后我们这辆车坐满就直接发车了。网友见面大会，线下是这样。每次都是你们的生活，我的梦，闯入了人家的梦。人起活了，出发。到了到了，烧烤区哪个是我们的呢？好多人啊！达达兔，好久不见了！大家都带了好多零食，很自觉。30，30，30，怎么就30了？我们客人走掉了，怎么办？25。25，25，还愿意回心转意吗？15，15，哎，你怎么？
去丢手绢，去丢手绢，对，可以。丢手绢，捉迷藏，老鹰捉小鸡，一键三连。被小学生给占领了这一块。我们接下来就要在这里玩老鹰捉小鸡。然后你就谁是母鸡？你是母鸡。然后来水。有什么感想吗？作为第一个被抓住的，好累，我是主动放弃的。你是主动放弃的，下次我老鹰捉小鸡，千万不要当最后一个。我绝对不会，这次放弃是最后一个，我直接投降回家。再见了，妈妈，请管我就要远航。三二一，你看。哇，哪个小天才想到带支架的，好聪明啊。皮皮没你皮皮，你怎么来这么迟？我去捉迷藏了。你去捉迷藏了？对，然后就跑步狂跑。我们接下来去丢手绢，你已经错过老鹰捉小鸡了。那所以还要丢一下。对，我们还有丢手绢。OK， 来丢手绢。丢手绢还要牵手绳的吗？围了一圈。嗯，先围一圈。好可爱啊，受不了了，我想贴贴贴贴，我们就在这边贴贴，看他们跳跳吧。好，先教我学一下，先教我学一下。1、2、3、4，6、7、8。 UP 主在外春游竟然做这样的事情。走，怎么走我也不知道，找一下那个，该回去摆摊了。到晚饭时间了，这是赚钱的好时机。烧完之后他们一人45块钱一位。怎么办，我迷路了，不知道怎么走啊。雅雅，哎，那你难道知道路怎么走吗？哇，哎，真的，哎，真的好聪明啊。我现在已经回到休息的地方了，但是好失落呀。我昨天买的时候我心里还是有小小的期待，零食能被吃完的。是你买的？没有，一部分是我买的。好失落啊。可以，这大家都想的就是大家都买一点，都买点儿，买了很多，嘿嘿嘿，太善良了，充满了爱。比较幼稚的还在那边玩，成熟稳重一点的已经回到这边坐着了。哎，生意不太好，收摊了。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啦。难得和大家聚在一起玩，虽然幼稚的很像小学生，但是很开心，期待下一次的聚会。